And yeah, from the whole experience, I learned so much also for my own play.大家好，我是邓雅欣老师，是香港钢琴协会的主席。从2000年创办钢琴协会开始，到现在已经有19年的历史了。创办香港钢琴协会的时候，我就有一个信念，就是要帮助后辈，让他们有一个平台去发挥自己，令他们能够走一条更专业的音乐道路。我们的宗旨是建立一个平台给小朋友、青少年以及音乐专才，帮助推动他们的事业发展和宣传他们的音乐才华。我们的业务范畴包括邀请很多外国的音乐大师来香港，举行大师班和公开课，还有讲座，甚至会邀请他们开演奏会。我们的愿景是希望帮助更多音乐界的人士，帮助他们把事业做好，发光发亮。我们会安排一些音乐会或一些专访，举办他们的个人演奏会。有关入会方式，请进入我们的网站，找入会申请的按键，然后请填写表格，按键提交，我们会有专人审批，然后把申请结果通知各位会员。是带学生去考取的这一些考试，都是我多年的一些经验的积累，再加上就是说学生每一年都会获得一些比较不错的一些级别的成绩。作为一个可以联系世界的音乐平台，我们还会带学生到外国去演奏。多年来，我们带过很多青少年、小朋友以及会员，去过37个国家演奏，也参加过很多国际比赛，为港争光，拿过500多个奖项。如果大家加入香港钢琴协会，协会就会邮寄一张香港钢琴协会的会员证书给您。证书是烫金的，很精美，经由香港邮政局邮寄给您。如果你的教室或琴行有这个证书，可以让客户以及家长见到。你们会经由协会和外国及香港接上轨道，会令家长增强对你们的信心。我们香港钢琴协会能帮助会员成就他们的梦想，例如帮助他们出书。会员可以在书里分享他们的音乐经历，或者由我们安排一些电台的专访给他们，也可以到社福机构去服务社会，为音乐这个行业增添光彩。